官武是忧患入胜的代表，除了是儒家的圣人，也是佛教的徛拿护法。听讲官武死了后，孤魂显灵伫咧佛教玉泉山，经过僧人普证开导了后，心生惭愧，而向大师求受三皈五戒，正式成做佛弟子，誓愿作为佛教的护法。相传元世祖因为尊崇佛教，封官武为佛教监坛，这是官武伫咧佛教地位法定化的开始。官武义勇相传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是一部由人到神超凡入圣的伟大传奇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》神之传说官武的故事。师徒王允设计连环计，利用玉女雕像的美色，先将雕像匹配的卢布，再来设计谋害当道。伊的美人计成功啊，只是结局甲伊想的完全无同款。同时，十八路诸侯结并，未当太师当道，就由雕像献身解决啦。但是王允嘛遭受到当道吴伯叔的反击，由李觉、郭汜等人率十外万的大军攻陷长安城，将伊杀掉。雕像非常的伤心，想要自杀，追随义父，但是伊心心念念无袂记对义父的承诺，即马伊必须要收起悲伤，爱心忍辱，才会当服众。吕布甲雕像两个人原本就暧昧啊，后来拖了雕像为妾。伊虽然多靠各方的势力，招兵买马，成为一方的诸侯，但是伊只是武功高强的勇士，毋是当头壳通兵的将才，而且伊爱权爱势，无忠诚度的个性，最后伫下邳之战被曹操刘备的联军打败，遭到杀害。上一集讲起到关公甲张飞，伫咧吕布官体所在时阵，发现吕布的小妾雕神，官体内底非常混乱的不可收拾。雕神也过定睛的盘腿端坐，手拿佛印，轻轻扣着玉磬。伊双眼溜溜啊，客客，轻声念着佛经。关羽甲张飞看到这个绝世的美人，目睭马上喷个大大泪。人拢好色，英雄也无例外。孔子嘛讲：食色性也。爱水是人的天性，好色是人的本能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并不是英雄的本色。真正英雄注重的是正义，为正义而生存，为正义而失去生命。假使美人计会当过手，只会当讲对方是多有英雄虚名的下流之辈。雕神嫁予吕布了后，虽然受到吕布百般的疼爱，但是并无好的下场。徛伫咧眼前的雕神暴尸之愤，手发披肩，一条长蛇轻轻地包着肉体，宛如一尊美丽观世音菩萨。张飞出来的目睭锐锐的，反而拄只干老婆家顶太了了的杀气。因内卡美酒的惊向前问女主，是倒位修行的道姑，现在伫咧遮上经念佛。雕神听下佛书，对两人说明伊的身份。张飞听到雕神的名字，马上背大相眼，拄只还阁被雕神的美色吸引，即阵火爆龙主的脾气马上爆发。伊大声骂着雕神是淫妇，凭借姿色伤人误国，背叛汉室。雕神化冤枉，张飞唔予伊有解释机会，抽出宝剑要来杀雕神。加在被关羽挡落来，既然姑娘化冤枉，不妨听一下伊的理由。
官武叫雕神滴水无红，因桃园三兄弟将来未枉杀好人。听到是桃园三兄弟，雕神马上就较安心真多，受到惊吓的双眼马上转为无比尊敬的眼神。这个时阵，众人有搁较大的火气，也会熄火吧。张飞搁再看了一粒雕神，才慢慢收起宝剑。雕神请两个坐落来，听伊慢慢啊讲，大家只知影雕神对东道又搁过吕布，却唔知影雕神为虾米轻委屈，未心依靠国策。雕神两蕊目睭干着目屎，讲伊是为着汉室忍辱负重，是为国渡艰啊。女人的目屎爱在适当的时阵来使用，才会当收到上大的效果。连脾气上歹的张飞拢不忍心，搁再对伊大声讲话啊。关羽爱雕神，甲代志讲个清楚。雕神解说讲，天下的人拢知影当道专权。吕布是帮凶之一，国家面临危难，义父司徒王允为着要除掉这两位恶贼，要求我下心报国。阮爸仔两个人设下连环计，和当道甲吕布爸仔反目成仇，互相相待，终于除掉当道。即马吕布也被两位将军杀掉，雕神报效国家的心愿已经完成啊！世间人唔知影真相，只看到雕神周旋伫两个男人之间，就将我当作千古罪人。雕神真正冤枉啊！雕神的解说确实融化了两个硬汉的心，但是伊的话敢会当相信呢？雕神是痛苦的，伊一方面伫咧当差的面头前婆婆塌塌，塞奶巴结。现在伊吞大糟蹋，一方面伊都爱承受对爱人的亏欠，加家己的无奈。关羽被雕神所感动，忍不住为心中产生敬佩之意。俄罗雕神是尽忠尽孝的女子，并非伫咧边啊心有疑虑，只听雕神片面之词，不足以采信。情急之下，雕神随口讲出。阮义父司徒大人会当作证，张飞笑了。司徒大人已经死了，敢讲叫阮去阴间找鬼门话是无？关羽甲张飞参详了一时啊，决定伫咧公告还未厘清进程，也是唔通随意处置，先带回丞相府才阁讲。所以将吕布官体大大细细连同雕神做伙押回做错主地。不过第二天关羽就后悔了，认为家己判断错误太冲动了，因为做错不但后悔，又果是心怀手软的人，将雕神送到做错遐，恐惊是凶多吉少。加在已经过了几多天了，做错拢无发现雕神难伫咧被关起来的一堆人当中，所以暂时也未有危险。做错下令全部撤回许都，也阁叫刘备因待伫咧相府。关羽甲张飞登去到许都了后，无听到关系雕神的任何消息，这件代志也都慢慢被忘记住。刘备发现。做错对伊的态度，表面上甲以前同款，其实伫咧暗中一直伫咧观察伊。为了放松做错的戒心，刘备故意叫做天下大事以我何干的态度，一天到暗，毋是去参与正规种菜，就是去农场人家也受怕。就伫咧刘备叫是相安无事的时阵，又搁意外衍生出。做错假雕神的故事，看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话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
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：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甲杨玉环。大家常爱咧形容美女沉沉鱼落雁之容，碧月羞花之貌。典故就是讲来自即几啊美人，其中的碧月就是貂蝉拜月的故事。讲连月娘看到貂蝉的美貌，拢会自叹不如，美在云内面。月娘的光芒拢无伊的美丽，安尼美貌并无为貂蝉带来幸福的人生，反倒为伊带来坎坷的命运，印证着“自古红颜多薄命”这句话。貂蝉关伫遭错府内的代志，最后也是被发现。遭错无马上杀伊，毋是因为怜香惜玉，是遭错这个老奸骨溜的人另外有拍算。司徒大人王允利用貂蝉的美貌，借刀杀人，除掉当道甲吕布。这一定是遭错的专长，哪会予王允来专用呢？遭错当咧计划，伊要借用貂蝉的美貌，搁来一改美人计。这届对象设定就是刘备、关羽、甲张飞，这就爱看什么人先陷入美人的怀中咯。貂蝉甲吕布的家属关做伙，受尽折磨。一天，遭错故意叫人带貂蝉到花园来，伊要甲貂蝉好好开讲一下，顺续探一下伊的意思。确定貂蝉是毋是会当成做伊计划当中的一粒棋子？做错热情地看着貂蝉，一直学着伊的美貌倾国倾城。一日啊，又阁表现出同情，讲连年的战火，予美人颠沛流离，辛苦了。最后讲，如今国策已除，朝廷振兴，暗示貂蝉也应该享清福了。貂蝉看到做错，讲伊自细汉离乡背井，受尽战乱之苦，为了除去恶贼，无惜献出家己清白的身躯，规工甲恶龙为伍，强颜欢笑，受尽屈辱。如今汉室天下已定，伊心愿已经达成，即阵只希望会当嫁予一个情投意合的尪婿，过着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。做错微微啊笑的听着，但是心肝内唱袂住激动。对了对了，你安尼想就对了。你想要嫁人，正合我意，真是天助我呀！伫咧边啊，看到两人互动的甜蜜，真欢乐的行过来，拍断因的谈话。做错看一粒貂蝉，叫伊放心。先落去休困，伊会安排。可怜的貂蝉，毋知影做错不怀好意。天真的掠准讲，做错要为伊找红婿。天玉看做错甲貂蝉讲甲真投机，马上提醒伊：貂蝉胆识过人，才貌双全。一个女子会当将当道甲吕布置之死地，难以保证未对丞相下手。做错无看伫咧心内，所以无讲话。听玉搁再补充：自古英雄爱美人，你想看卖咧？关羽为虾米搁落摆提起着貂蝉的安危？敢都是被伊的美色迷惑咧？做错摇头，唔认为安尼。伊所认识的关羽，绝对唔是贪图美色的人。听玉也摇头，无认同做错的看法。国色天香，美人当前，敢有不贪的道理？就算官务唔贪，因桃园三兄弟里，只要有一个人贪美色，咱就有好戏通看到。看听玉讲甲一副有把握的模样，做错颠倒想要听一下伊的办法。不过前提是官务忠肝义胆。勇武超人是天下难得的英雄，他想要收编关羽成为家己人。听玉提出的办法跟做错的计划有接近八成同款，
歹心肝的人想法果然是相通的。听玉建议做错，先修雕像做仪女，再来招官武做竞赛。不管老毕也是张飞，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官武娶雕像，也是讲其中也有人被雕像的美貌吸引，安尼就有可能会惹怒其他的人。不管，咱的目的只是要挑拨西人的三兄弟，让因兄弟来到变面，有生气自然就争执，有争执，咱的机会就来了。这是一个会当收买人心，又搁是一箭双雕的连环计，做错真满意。只要会当将官武邀到家己的阵营来，什么桃园三兄弟，真紧就不攻自破啊！一天，老毕伫菜园啊，欣赏家己甲兄弟因做伙打造的田园风景。张飞烫目体，看到一桶一桶的水往菜园啊倒。关羽身躯压压，摕一丛一丛的青菜压着粪水。老毕叫兄弟因啉一杯啊水休困一下。张飞将古筝锁啊放落来，一个打头，刚好看到龟身当官。打到粪桶的管物，一时感觉笑亏，哈哈笑出来。张飞喊过的笑声，无甲管物家己也感觉好笑。两个人哪笑哪惊向老毕。张飞军生笑的讲：“二哥好歹是温州斩花雄的大英雄，大哥和英雄伫咧遮打笨，敢是互人爱笑？”老毕也笑笑的，随着气氛讲。英雄辛苦了，大家唔通看单份的工作无点，做别人无介意做的代志，会当从中学到忍的智慧。老毕真正经的讲，忍让那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展出，佫较会当带来平安的生活。张飞听袂落去了，叫大哥唔通佫再讲笑了。老毕叫两人豆豆啊啉。听伊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号做柯生，伫咧市仔里撞到一个打笨的人。打笨的人无细字，将粪桶斜斜倒，粪水泼到伊的身躯。伊想讲，打笨的人一定是善车人，也无可能背伊衫裤甲鞋啊，所以就忍着准备要离开。但是打笨的人反倒当无赖柯生。讲是伊车并过，对伊又搁拍又搁骂。柯生让开了后，赶紧走。打笨的人唔放过伊，还搁伫咧后壁拼命对赶。柯生狼狈倒转去到厝里，换了衫裤，搁洗清气。厝里的人也跑完，认为碰到这种代志是歹格调，害甲柯生闷闷不乐。迄天半暝。外口一阵紧俏的敲门声，柯生开门一个看，就是再去那位打笨的人。柯生气甲开嘴就骂：“我无予你背我衫裤甲鞋啊！你反倒转大声来骂我，还阁一路哪堆哪拍我！我一再忍着闪避你，你即阵为怎样又阁透明来找我哩？”打笨的人讲：“我甲你前世有仇。”只是因为你忍辱避让，我的仇恨已经消除了。但是这阵我已经死了，处理真善车，无钱通好买棺材。假使你会当帮我入殓出殡，就会当马上化解这段仇恨。假使你会当给我的处理的人一点仔钱，通好过生活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德。讲完，都跪伫咧涂骹大哭。原来这个打笨的人，伫咧对拍完柯生了后，倒转去处理，突然就死啊！柯生非常的着惊，但是也是答应伊的要求。第二天，柯生按照打笨的人讲的地址找到因家，果然打笨的人讲的拢是真话，所以柯生帮助伊处理完后事了后，也阁予处理的人一点仔钱。和因过日子。这个故事讲讲，柯生当的是，如果因为生气，无忍辱避让，甲打笨的人起争执，
甚至打死对方，那安尼柯先可能已经伫刑场被处死刑啊。老毕借着大笨的工课，对两位小弟讲忍辱的智慧。佛教认为，一个人活咧，碰到任何的代志，拢未是巧合碰到的，未无缘无故来发生。所以，当咱碰到困难甲苦辱，会当加忍让一寡，就有可能会像苦仙共一款，会当化解或者是闪过更大的灾厄。明仔载，请继续收看观雾的故事，咱再会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关羽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张飞本来要杀貂蝉的，却被关羽挡下来。貂蝉流着眼泪，委屈地说：“其实他是为了汉室忍辱负重，为国除奸啊！大家都以为他是淫荡的女人，真的是冤枉啊！”关羽不仅被貂蝉的话给感动，还很敬佩他。张飞看到美女也心软了，不杀她了。不过貂蝉的话能不能完全信任，还是带回去给曹操再说吧。曹操也没有杀貂蝉，因为他要用利用貂蝉的美貌来设计挑拨桃园三兄弟，让三兄弟为了女人吵架，他的目的就达成了。陈玉建议不如收貂蝉为义女，再把她嫁给关羽。关羽一旦变成了女婿，就是自己人，不听话都不行的。貂蝉跟吕布的家人关在一起，受尽折磨。这天，曹操故意叫人把貂蝉带来花园里面，他要跟貂蝉好好聊一聊，顺便探个口风，确定貂蝉适不适合成为他计划里的一颗棋子。貂蝉强颜欢笑地说，他的心愿已达成，现在只希望人家一个喜欢的丈夫，过平常百姓的夫妻生活。曹操认为关羽不是一个贪图美色的人，陈玉不这么认同。国色天香的美人当前，岂有不贪的道理？他们三兄弟中，只要有一人中计，就有好戏看了。关羽忠肝义胆，是个天下难得的英雄。曹操想尽办法，想要收编关羽为自己人。刘备发现曹操不是真心在对待他们，不知道在计划什么阴谋。他故意每天忙着浇花种菜，暗中观察曹操到底想干什么。现在还是寄人篱下的日子，刘备提醒关羽还有张飞要多懂得忍耐，用忍辱的智慧化解更大的灾难。三分钟聊关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祖先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祖先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